还要来看到是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，今天他提出了数位五策，目标呢是要把桃园发展成为亚洲智慧新都。好，张善政计划要创建元宇宙平台，让桃园变成了 AI 和区块链的友善环境，吸引企业和新创团队来进驻。另外，数位科技概念呢也要用在城市治理上，把中央和地方或者是市府跨局处资料往来打通，最后要保障资安隐私，防止数位威权。以后希望说戴上这个头盔进来，可以到大溪老街，到拉拉山。VR 虚拟实境直接搬到记者会现场，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发挥科技长才，提出数位五策，要把桃园发展成亚洲智慧新都。他其实讲穿了，就是在我们的数位世界里面打造一个我们的分身。市政府要提供的是一个平台，让所有有兴趣进来参与这个产业都能够进来，创建元宇宙平台，让产业在桃园汇流，还要建构出桃园数位双生雏形。我们希望人工智慧的产业、新创产业能够到桃园来，落实智慧城市，打造成为 AI 和区块链的友善环境，让企业都能落地桃园。数位科技概念同时也运用在城市治理，所以很多资料明明政府手上都有，但是因为没有互通，就不知道很多我们市政碰到的问题。我们希望要把市政府内部跨局处的资料要能够打通，同时桃园市政府跟中央的资料借接要能够连贯起来，打破资料藩篱，提升数位服务与决策精准度。最重要的是发展过程，保障资安隐私，防止数位威权。我的民进党的这位竞争对手，他在立法院里面就是在推动我们的数位中介法。政府讲一句话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数位的权利，他说你有侵犯，你就有侵犯，其实不能这样的认定。张善政持续以政界和选民对话，记者曹天、焦国峰采访报道。